收到了西瓜饰品的100块七夕挑战，这可难不到我了。打算花100做两个干花小夜灯，给自己准备七夕小礼物。先把 AB 胶混合搅拌均匀，倒在模具上，先薄薄的铺一层，找了个收纳盒盖上去，免得小飞虫粘在上面。这个天气地胶等一个晚上就干了，接下来就用 UV 胶把花固定上去，不然倒胶的时候花会到处跑。做成压花的蓝色蝴蝶兰真的好好看，和蓝色的绣球也很搭。放好压花就可以再倒入地胶，再等一个晚上。再做一个不一样的，想再做一个花束形状的，先把花杆固定一下，再把绿叶固定上去，照一会儿美甲灯就固定上去了。蓝色的大飞燕搭配了黄色的卷边菊，非洲菊的黄色真的好夏天。最后用天鹅绒点缀一下，花束设计就做好了。把花束的形状用 UV 胶固定好，上面再倒一层 AB 胶，放在平稳的地方等一个晚上就好了。取下来透透的，好完美。再买了个灯座，卡槽有点窄，需要用刀稍微刮一下，地胶压花就可以放进去了。开上灯好温馨，做法也好简单，你们也试试吧。